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依然是肖战，刚刚手机倒了，然后呢，这一周很开心啊，因为昨天播了快本，你没有看吗？我还没有看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收工收得太晚了，所以呢，还没有看到。不过呢，我妈也给我打电话，我妈也跟我说，哎，看到你们上快本了，很开心。然后我觉得，我妈如果很开心的话，那我就很开心。那你们开心吗？我知道，肯定第一次上嘛，还是会有点紧张的。但是其实我们上的时候真的很开心，就真的就是玩。然后贺老师啊，娜姐啊，然后包括快乐家族啊，他们都。所有的人，还有导演组，他们都对我们好照顾，真的很照顾。就是很多环节其实都有照顾到我们的一些感受啊什么的，然后但是还是会紧张嘛。我觉得如果下次如果还有机会去的话，可能会好很多，至少不会那么紧张。还没有看，有点紧张，自己看应该会更紧张吧。不过，只要你们喜欢就好。我现在在等开工，因为现场通知时间，对，所以等开工喽。然后早上下去吃了一个早饭，你们吃早饭了吗？现在应该快吃午饭了吧？好吧，要吃饭哦，按时吃饭，然后照顾好自己，还是那句老话，然后呢，其实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愉悦的心情而已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呢？其实最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，因为都在拍戏嘛。然后我觉得我们运气真的蛮好的，遇到的所有的人都对我们很照顾，所以也要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照顾，然后自己要好好的努力。看我的脸，肿泡泡的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你不要嫌弃哦，因为，你真的是睡起来的样，最真实的样子。好吧，好吧，今天就到这吧，然后，下次再见，下周再见，然后也希望以后可以更多的。跟大家见面吧，好吧，拜拜喽，拜拜。抖音。